我不是为他来的，万万赶紧滚！张明，你到底是来干嘛的？ 不是说了吗？来解惑啊！君子萌双男主涂空降，井柏然被呆头和宋威龙狂打枪。堂堂荆轲世子，竟然当街卖面，别理他们，这就是四干下贱。士农工商，皆为社稷根本，何来贵贱？双男主陆剧《张公案》，杀青一两年改名君子萌，终于正式开播。宋威龙饰演的穷书生，意外卷入井柏然的秘密行动，结下一段缘分。您是礼部侍郎蓝大人。 晚上陈仇见过蓝大人，张明，这科考在即，你不在家温书备考，却在街头卖面，可是遇到了困难，因为穷。这进京赶考的世子啊，多数由家中出资，你愿自力更生，倒也是难得。我是孤儿。Double kill， 你若有意，本官倒是可以帮你推举。 您和大理寺熟吗 ？Triple kill！ 本官与大理寺不熟，但是本官的家中正好缺个账房，你可有意？那我还是卖面吧。没想到蓝大人竟然如此平易近人。因为宋威龙不管遇到什么情况，完全只吃迷茶案。谁？ 居然追到了这里，看来我还是低估你们了。我不是为他来的，我是有个线索没弄清楚，必须问清楚。你是真傻还是装傻？那火烛山的护甲油，到底是谁涂上去的？是你还是他？我当时被关着，可没什么藏的事。是我让旭东涂的，你为何三番五次利用我？问完美，问完赶紧滚！好，马上走。 你到底是来干嘛的？不是说了吗？来解惑，这人我还是得救。他是有错，但该不该死，得由官府说了算。你只是死了！按照您的吩咐，暂时处理了。大人，他知道的太多了，留着是个麻烦，倒不如带回府里。张平他这是虽然受到刀伤，但也不至于此。老夫行医这么多年， 从没有见过此等病症，唉，我看还是早点准备后事。你生前执意要弄清我为何投注，我不妨如实一告，只是想打探二十年前的一个真相。我有我的苦衷，你性格刚健耿直，但水至清则无鱼。若有来世，愿你不要如此耿健。太君。 你是人是鬼？虚心门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祝你们前途似锦！